干嘛啦？好，可以唱，可以开始了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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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英文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考试研究所能考好一点，台北地区国立研究所，希望这样，希望研究所，你要考回来，未来，对啊，如你所望啦，至少要考上东海同研所，东海才不要去啦，东海很难的，哦，这真的很难的，我是安慰你，不是的，我是说那个老师很难过，这样，哦，那政大好了，政大好。真的不好，听说逢甲蛮强的。哦，不要啦，那个不用了，以他的成绩，他就可以直升淡江了。拜托，私立的都不用，私立不用考虑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台北大学了，北大了。先还有其他的，还有其他愿望吧，不只只有学校的事情。希望你，希望能交到一个大三的吗？好希望你跟你赶快来，对，我来找了，来找，来找，来找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快一直交，一直交，没有，没关系。对镜头跟加拿大的姑姑说，跟加拿大的姑姑说一下吧。说一下，阿姨，我二十岁了，把礼物寄来。把礼物寄过去，加拿大寄。啊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哥。这你爸买的？在楼下。那你不是买？因为摩托车没得。没有，他刚叫我弟弟买。黄一中买的啦。今天蛋糕是由阿光阿姨全程赞助。我说叫他们去买啊，结果他们都跑到楼下去买啊。他们都摩托车也坏了。哦，又是买黄香怡的蛋糕了，好好吃哦。啊，哎，下次再补。你们还没有吃，怎么知道这个蛋糕怎么样呢？搞不好是最棒的。李冠仪。对，冠仪十二月。李冠仪还在实验室哈，所以他今天就晚点，他就吃我们。大嘴哥是什么？嗨。要帮我倒一个礼拜的分，五月，倒一个礼拜的垃圾。啊好。跟阿茂仪的一样啊，五月啊，对啊，那你上一周是上海报啊，海报啊，然后你转到六月六号啊，端午节。哦，六月六号哎。一个八月八号。田怀仲，你有没有祝哥？你有没有祝哥哥生日快乐？祝他。看他有没有新的名词来。有没有新的名词？讲一些祝福的话嘛。还在想啊，想不到哦。希望他能勤劳一点，把房间打扫干净，不要臭哦。哟，哥哥不要再抱那个棉被了啦，那么大了。每次我洗棉被的时候就哭我的棉被呢，我的棉被。再抱他的臭棉被了，把那狗被子丢掉。我要切了蛋糕喽。好，不要切了。丢掉。好，切蛋糕。对吧？你怎么要带那个啥？我带回家洗呀。不带啊。OK。好臭我的。太累了，都不用走。哦，圆满成功。老母。